OK， 兄弟们大家好，我大炮啊。这一把比赛的话给兄弟们解说，昨天的话精彩的一个剑会的一个比赛，好吧，剑会的一个比赛。我们能够看得到对面的话是鱼岛的一个福战队，观战番的话是雪山的一个福战队，好吧。两边的话都是一个大唐官府国标的一个点杀的一个阵容，那这一把比赛的话肯定就会特别的一个刺激啊。OK， 观战番的话，雪山的话应该是从生日快乐这边的话，借了一个化身，好吧。雪山这边的话也是女儿村国标，而且是有一把鸟阵的一个齐天大克。开局的话是选择点对面的一个法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啊，这一把比赛的话应该会打得会非常的一个激烈，好吧。雪山的话也是本届也是上届福战的一个福战冠军的一个队伍啊，所以说的话对面的话应该也会打得特别认真。这一把比赛的话我个人感觉也是会比较有意思啊，因为鱼岛的话上一届福战的话爆冷的话是没有进入小组赛的一个16强，但是雪山这边的话反而是拿到了咱们的一个福战冠军啊，所以说的话，那你作为鱼岛的指挥来讲的话，对吧，十六强没有进去，这边的话再给你切一把雪山，对吧，切一把福战冠军，那是不是要证明一下自己。所以说的话这一把比赛的话潜台词的话也是比较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两边的一个打法。理论上面来讲的话，国标阵容观战番是又拿速度又拿伤害，理论上面来讲的话国标阵容啊，那观战番的话胜率的话应该会非常高，因为两边的话都只有一个风系，观战番女儿村有一所，好吧，物理系大唐官府的话也是有一个物理一所，就两边对点的话，对点大唐官府的话，观战番的话大唐官府先出手，对面连横扫千军的机会都没有，懂了没有？所以说对面的话先起一把盾。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一把比赛，看一下鱼岛那边指挥的话会怎么弄。这边的话先清掉法系的一个宝宝，因为法系倒地嘛，对吧，先清掉宝宝，减少产上面的一个单位。女儿村的话选择业务清选择一笑倾城，这边的话破甲，提前破甲，观战番的话给法系打了一把光辉，对面的话龟速拉法系，这边的话平砍叠满天出了一把合击，运气不是特别好。这边的话宁次给到物理系，还是想拿一个物理速度啊。观战番是鸟阵啊，我觉得对吧，作为福战队伍而言的话都是有一个比较齐全的一个特技啊，我觉得这一把宁次的话应该没有什么用啊，对吧，宁次过后的话大唐官府的话还是要快一些，可能是想宁次过后的话让大唐官府比辅助要慢一些，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意思啊。比赛的话第五回合，观战番的话点杀对面的一个大唐官府啊，顶着盾点啊，打的也是非常凶，配合一把荆棘舞。哎，现在好像法系的话都转成神木林了，好像突然之间好像没有人玩魔丸寨了，感觉好像都又转成神木林了呀，兄弟们。对面的话幻春法打得非常凶啊，一回合没有点死，第二回合幻春法继续压倒对面的一个物理系。那对面的话两个输出的话一直被点了，两个输出的话一直被点的话，国标队伍的话对面对吧形成不了一个点人的一个局面。比赛的话第六回合，我们来看一下对面看得到啊，这个套路啊，对面是看见没有，对面这个指挥做出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呢，对面化身给神木林上了一个法术连击，神木林荆棘舞单点观战番的大唐官府，
看见没有？就如果说对面再不点的话，没有机会了。马上第八回合有零元了，你懂吧？我们来看一下关键番的话，第八回合零元用不用？用的话，女儿村真女儿村地府可以延。看一下第八回合关键番点兵的话怎么选择。比赛的话，第七回合点兵的话都是有一点零元。看一下关键番严不严？对面用了一个这种特技，哎呦，对面打得这么凶啊！哎呦，对面打得好凶啊！哎呦，就是一点，哎，对面一点点啊，拉起来，配速拉起来，一把活血，直接要点你的女儿村啊！就关键番这一把的话，应该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脚下有罗汉，对面敢点女儿村啊！哇，这一把女儿村一点倒，对面女儿村是一速了呀！而且对面地府可以延残小死完了呀！我这一把对面这一把，对面这一把点杀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对面指挥的一个功底啊！我们来看一下对面指挥反子观战番化身加法术连击神木林清奇武点对面的一个大贪官府，这边的话直接单封，看见没有，单封观战番的神木林打得好，对面真的打得好，真的是打得好。观战番的话选择直接要偷，要偷对面的化身，大贪官府的话有一把巨蟹。啊，神木林的话，如果没有封中的话，对面化身是真有可能要死。对吧？巨剑加荆棘舞，神木林这一把荆棘舞出来的话，真的，所以说对面这个指挥真的打得好，真的。阵法极限大克速度全丢啊！真的。国标阵容，我跟兄弟们说一下，输赢就在一回合，真的，国标阵容输赢就是一回合。观战番反点对面的花生，就对面反点观战番的一个花生，观战番花生的话是吸了六回合的小死丸，很少将军，因为贝大克伤害没有特别高，不过对面女儿村有一速，进阶五。我跟兄弟们说一下，点杀阵容，点杀阵容的话，神木林还是要比魔丸寨要好用一些。星期五这个点杀的这个伤害啊，比三昧真火的话应该要高很多，而且有法术连击，你懂吧 ？OK， 十一回合雪山收宝宝了，你看见没有？十一回合雪山收宝宝了，就这没打过的话。可以看得到啊，鱼岛的指挥实力确实有东西啊。输赢成败就是一回合，咱们下集再见。